2亿4千万。要死我！这不能拍几啊容易哦，碰。做几排处理好势。拍戏呀，连邓丽娜都无。啊？没有吗？巴拉票，巴拉票。我在阿姐。我因那底后台的皮包里面，等一下就垫下去。其实邓丽娜蛮不好。为什么？你在 copy 哎。大姐，请训话。干嘛？我去干。你们在干嘛？啊，你们在干嘛？去笑是不？不，听讲有人讲要找伊啊，这。不是啊，这个大家听要找伊啊，来来来，好啊。找伊啊，弄伊这皮啊。哎，谁叫你站起来的？我有开刀了。对了。哎呦，妈妈，我今天帮你处理一点东西，这个带来给你，这个给碰哥，给碰哥。啊，碰啊，碰啊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拿个礼物补上次那个小小的那个所谓的让你不舒服，我也不知道你负债真的是。他们跪着我收红包很怪呢。没有关系，起来好了。好，谢谢哈，拍谁拍谁哈。怪怪的呢。哎听哈。别就送没。送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可是不会，可是很薄哎，那是票啊，票啊，票啊！如果不够再跟我讲啦，哈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有够感动啦，亚萍姐无计较讲安尼事实，安尼包起的话，真的大人有大量，这样就有可以还债了。是啊，哦，机票呢？哎呦喂啊，大张的啊，2亿4千万，要死我！这不能拍几啊容易哦，碰。做几排处理好势。拍戏呀，连邓丽娜都无。啊？没有吗？巴拉票。我在阿姐。我因那底后台的皮包里面，等一下就垫下去。其实邓丽娜蛮不好。为什么？你在 copy 耶？机票有 copy 的啊？在 copy 耶？这人家给我的，我被骗了。我嘛被骗到内行啊。你讲话吼，那不符合就是 copy 的。啊，我知啦，这张是民间银行啦。啊，这张爱用烧，你个烧烧会掉啦。哎呦，祝福，千万很好用哎。安内，我再烧给他就好了。我跟碰哥一样，也负债2亿4千万呢。啊？咱两个最会烧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两个人一起跑路，好不好？咱两个跟着。对吧？你等下。跟于大哥离婚？哎，啊！你赔的钱啊！你离婚是干嘛？这是负债，你没太多。你把领导的小龙洞打开，我跟董事长讲，我离婚，事业赔你处理。小龙，盖什么地带呀？哎，我跟你讲哈，人家比尔盖茨跟他老婆离婚哈，他老婆分到好几兆的美金。哎呦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他是比尔盖茨啊，但是他是美乃滋啊，不一样。我跟于天离婚，我就分到美乃滋而已。不是安尼嘞，人家分到了好几兆，他分到了金乃兆哦。哎呦，算了。